们看一下这一题哈、哦，他说甲加盐酸会变成氯化钠水跟二氧化碳。那这一题他考什么呢？他前面如果说有未知数的话，通常来考原子不灭。平衡的时候，我们要依据原子不灭，反应前、反应后，原子的种类个数不变。好，那我们先看一下哈、哦，因为通常没有写，就是要考种类了哈、哦。反应后有钠，反应前这里没有钠，这里一定有钠。反应后，哎，这有氯，这有氯。反应前氢，这有氢，这有氢。反应前这有氧，哎，这里没有氧，代表这里一定有氧。反应后有碳，这里没有碳，代表这里一定有碳。所以甲它一定有钠、有碳、有氧，它一定同时具有这三个东西。这样子你就可以很快速的勾出我们的答案，这一题就快速得分。